还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雅虎十大热搜关键字的第一名。今天登上第一名呢，就是台湾最强双胞胎。对，其实台湾有名的双胞胎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是你看白兔啊、依依佩佩啊、Tomorrow 啊，其实真的还蛮多的。对，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对也非常厉害哦。他们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拿下网络人气正妹的第一名，但是他们当时只有2岁，真的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他们现在啊已经12岁了，是他们在那个脸书跟微博的粉丝人数啊，已经高达430万哦。其实我只能说，我也很喜欢他们，他们就是 Sandy and Mandy 啦。不是你，不是我。但是我们今天呢、啊，也整理了世界各地的双胞胎们，我们赶快来瞧一瞧哦。一个不嫌少，两个恰恰好。现在卖萌也流行，双胞胎来个加倍奉还啦。那你知道全台湾现在最红的双胞胎，光脸书粉丝人数就高达140万人吗？这数字可是遥遥领先陈妍希、大人哥陈柏霖，甚至是新生代小天后郭采洁都望尘莫及，看不到前方的车尾灯啊！究竟是哪两个小女子有这么可怕的高人气？就是她们，拥有最美萝莉封号的双胞胎姐妹，姐姐 Sandy 和妹妹 Mandy。乌黑的娃娃长发，圆滚滚的大眼睛，乍看之下，虎哥还差点把妹妹 Mandy 误认成框框里。哇哦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跳起舞来更是帅嘎。更不要忘了，他们今年才12岁，兄弟们冷静点，绝对不可以犯罪啊。其实妈妈10年前的本意只是为了远在美国的亲戚，所以po了许多姐妹俩的生活点滴在网络上供家人观看。当虎哥我说这么可爱的画面怎么可能不造成暴动啊，啊虎哥等你们长大不是，是祝福你们好好长大哟。看完最萌的台湾双胞胎代表，接下来大陆派出的最耀眼双子星是他们。什么？你说你们对这对小胖弟没兴趣？那如果是他们长大后呢？不只是撞脸汪小菲的大帅哥，而且还都是第一志愿北大的学生，有脸蛋又有脑袋，刚刚是谁看不起他们的？这对高材生双胞胎兄弟党现在更是红到接连上节目出书，而且虎哥发现他们还真的是越来越帅了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吗？一个就算了，他们还一次占掉2个名额，好过分呐、啊！接下来姐姐妹妹们准备尖叫吧，因为连模特儿界也燃起了这股熊熊的双胞胎热火啦。身为模特儿，他们也很懂得善用自己身为双胞胎的优势，像这样互相搂搂抱抱的亲密照，哇哦，那种感情和对称美真的只有双胞胎办得到呀。双胞胎通常感情都很好，我知道，但像这样缠绵在一起，别乱想，这就是所谓的兄友弟恭啦。要过于了吧，接下来换我们出头天了。没错，不倒